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的爱情，从荧屏情侣的现实夫妻堪称神仙眷侣。山口百惠与三浦友和的爱情，从荧屏情侣的现实夫妻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，人人艳羡。那么三浦友和魅力令百惠退出一坛，回归家庭。一组珍藏的老照片见证玄机。山口百惠13岁出道，15岁风靡日本，20岁红遍东南亚的影视歌三栖明星。八年的时光，百惠出落得越发清纯美丽，她无疑是日本美好年代的象征。谁能想到百惠是一名私生女，父亲另有妻室，母亲并不是父亲的合法妻子，童年的不幸铸就一代女神。山口百惠对美满婚姻和家庭的渴望比任何同龄的女孩都强烈，她在最美好的时光遇见了三浦友和，三浦给予了她最大限度的关爱、理解和尊重，百惠不想错过。正如她所说，我不愿做一个徒有其名的妻子，我想对着出门的丈夫说您走了，回来时说声您回来了。对于三浦友和来说，结婚是一种内在的气势，是想跟他在一起生活的强烈愿望，永远在一起，永不分离，这个想法超越一切。可见山口百惠是幸福的，他才会在事业的巅峰期退出一坛，与三浦结婚，育有二子，过着神仙眷侣的生活，令人羡慕。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